Hello， 大家好，我是宇。今天我们来到了 Kingston， 在 Computex 2024的展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他们这一次的风格真的超级特别。这边呢有六位的赛车手，然后是他们用 AI 做出来的一个赛车手。那里面呢，每一个赛车手都有他们代表的产品线，然后带大家进去看看。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入口啦，是不是真的很有赛车的风格呢？我们就进去看看吧。这次 Kingston 的展场真的是非常酷，他们打造了一个赛车场，不仅有一台真实的赛车跟维修站，还放了一台赛车模拟器，并且有众多各有特色的赛车手，让人在台湾就能感受到公路赛车的氛围。好，一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Kingston 他们的一些介绍，然后在旁边这边就是他们六位赛车手，分别代表不同的产品线了。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位 Lightning Fury。那 Kingston Fury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算电竞的品牌吧。然后呢，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它的 DDR5RGB 的记忆体。好，那旁边这里呢，也是。那它其实是不同的，这是 Fury Renegade， 算是他们比较高阶的。那这个呢是 Fury Beast， 好，就是比较中阶的，所以它是有做区隔的。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Fury Impact， 它是 Cam 2的一个规格。那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等一下呢，后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记忆体，它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记忆体是不太一样的。那在旁边这里呢，当然也有他们的 SSD， 那这个是 Renegade， 就是比较高阶的 SSD 哦。然后这一位是 Guardian Iron King， 那这边的话，它比较是属于加密系列的，比如说 SSD 或者是随身碟。那这个 SSD 蛮特别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他们的 SSD 里面可能会放一些机密资料嘛，万一被人家捡走就麻烦大了，所以呢，它自己其实是一块面板，它可以去输入密码。那你必须要通过之后，这颗 SSD 才能够去做读写。而且呢，如果它真的被它捡走了，然后输入了好多次都失败的话，超过15次，里面的资料是会被清除的。所以这个有非常高的安全性哦。那另外有提到，它其实还有一个主控密码。那也就是说，我今天我企业把这个 SSD 发给员工去使用，那如果员工离职了，他没有把密码告诉你，你用你的主控密码还是可以进去的。那这个就是公司在管理的部分。那旁边这个呢，就是可以加密的随身碟。那这个也是一样，你要先通过密码验证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去进行读取。所以这边主要就是针对企业或者是说资讯安全的部分。那这颗呢，它就是使用软体层面的加密，哦，就是进去之后输入密码。那它一样是有两层密码的设定，就是说你一样是可以有一个主控密码，然后跟一个使用者密码。好，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做一个就是只能读不能写。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说这个随身碟被写入一些木马或者是病毒之类的。然后在中间这边呢，哇，有一个超级特别，有没有看到？哇，这个记忆体。好，那这里呢，这个是他们全球限量的记忆体产品。那非常特别的是，它是使用非二进制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它单条就可以有48GB， 而且呢，看一下它的设计哦，上面这里啊这一块。它是碳纤维，然后旁边这边就是整个流线型的设计，所以你看这样做起来就跟这个赛车长得一模一样，让你玩起来的时候特别有爽感，有没有？而且速度也是真的极快的。好，这是他们这次的很棒的一个产品之一哦，全球限量，不知道买不买得到呢？那在旁边这里是我觉得这一次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的随身 SSD。啊，这很小一颗，然后重量不到30克，我刚刚有实际拿了一下，真的非常轻。那它有分两个定位，一个就是比较 for 一般大众的，那另外这个呢就是比较高效能的。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高效能的啊，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接在 iPhone 上面，然后它的 ProRes 可以直接就写进到这个随身碟里面，就不需要再写到 iPhone 里面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录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影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产品线啊，老实讲，我自己本身也蛮感兴趣的。在里面一点呢，这里就有一个很酷的东西了。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 Cam 2规格的敌人，对吧？就在这里了，各位，这样一片。那我讲一下它的特色哦，它很棒的是，第一个，它一个就可以跑双通道，就是只要一片就好。然后再加上它，因为它很薄嘛，所以在未来，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啊，或者是其他比较需要轻薄的记忆体的东西。它就可以用这个去设计，那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去做替换，不然现在很多都是焊死在主机板上面的，所以这个会是一个解决方案。那另外一方面呢、啊，
这个一片最大就可以做到128GB。就不像我们的 DRAM， 如果要128的话，你就要插四片嘛，因为现在的 DRAM 一般的 DRAM 一片就只有32GB 而已，所以呢，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一次蛮特别的，那也期待说之后在这方面的运用能不能有更多的变化，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这边赛车模拟器，而且你是可以上去试玩的哦。那还是先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到底他想表达什么好了。那这个赛车模拟器呢，它是由电脑主机去驱动的，那里面就是用上的 Kingston Fury 他们的 Renegade DDR5 的这一块限量版的记忆体，以及这个 Kingston Fury Renegade 的 SSD。好，那主机在那边，我们等下去看，那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拟器。哦，我刚好看到有一个人在玩，他玩的时候整台都会动，而且超级真实。这个方向盘在转的时候，他也会跟着转，所以呢，真的是蛮酷的哦。好，那旁边呢就是他们的这台主机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限量版的这个记忆体在这边？那 SSD 的话呢，基本上在下面了，就看不到。对啊，整体看起来也是蛮厉害的。雨儿也去飙了一次赛车，运作这台模拟器的电脑正式使用了金士顿最高速的限量款记忆体，并且搭配金士顿的高阶 SSD 去运作的，果然跑起来非常顺畅。雨儿表示真的有身临其境在开赛车的感觉，非常的刺激呢。除了展场风格是跟赛车相关之外，他们这一次是真的搬了一台赛车过来，这是他们跟阳明交大合作，特地为了这次的 Computex 把这台赛车给搬到了现场哦。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台赛车，然后再告诉大家它是做什么用的吧。那这台赛车呢，它其实是 AI 的结晶哦，就是它上面有很多的传感器啊，那所有它在跑的时候的数据都可以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的荧幕看到，各种数据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这就是它实际在跑的样子，所以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分析这台赛车它到底怎么跑会比较好，所以也算是 AI 的运用啊。从这次的展示中，我们看到了赛车也能透过 AI 去设计，不仅可以模拟赛车的运行，分析所收集到的各项数据，并透过 AI 的运算后优化行驶的路线以及各种车身的调整，让这台无人车跑出更好的成绩。而 Kingston 的产品安装在这台电脑中，完美的支援了 AI 的运作需求，提升 AI 的即时反应能力以及运算能力，相信未来的赛车世界一定会越来越酷的。这次在 Computex 逛了不少展场， Kingston 的展场真的是蛮酷炫的。我觉得这次 Kingston 使用赛车为主题是非常贴切的，优异的效能、良好的速度表现以及稳定耐用的品质，充分的表现了 Kingston 产品的特性。而 Racing Beyond Limits 更代表着 Kingston 在不断的自我突破，展场更是带入了当今最火红的 AI， 让我们看见了未来 AI 的应用发展以及记忆体厂在 AI 时代的重要性。也难怪 Kingston 可以在记忆体模组的市场中蝉联全球市占龙头的宝座。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Kingston 的资讯，可以去追踪他们的 FB 粉丝专页。我是宇，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拜拜。